然后那个大货车从那个上坡路边下来，然后刚好经过这个转弯的地方，突然这个小车就出来，因为就小车的车，他们说小车车速比较快，当大货车司机反应过来，朝右边的方向把方向盘的时候，因为那个就是乡村路比较窄，那个大货车就右边的车轮就掉入了那个排水沟里面，然后就动弹不了了，然后那个小轿车还是撞了上来。小车上面有五个人。五个人坐副驾，十二个人跑了。好了，当时我一撞到了门，我就下来嘛，我就问开有四个了嘛。嗯。嘛，我一下来，这边人在，我一开车门看了一下，总安全带另外将军喊我给他把那种安全带解开哦。嗯。总安全带一解开，这边提警队这些警官也来嘛，他人就跑了。当时我把那个驾驶员救出来之后，和那个医院里面医生那个对峙了一下，然后他说他们四个人的伤势现在都比较严重，但是具体情况还要在医院里面进一步检查。